提桶水。提水干啥？哎，昨晚那么大鱼投了。我说我钓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就对了。再弄点水，把辣椒洗洗。我今天给你做一个比饭店还要好吃的剁椒大鱼头。来了。辣椒多，已经找不见肉了。还是有点辣，看见这个辣椒不辣吗？哈。